天既然我们是万圣节嘛，大家就是我们对大家讲的就是来玩来 party 的感觉，所以呢我觉得你也给大家要分享这种增加 party 的氛围的这种感觉的东西。首先要换一下灯光嘛，对吧？你觉得太热了是吗？不是不是，就是可以转的，就是可以嗨起来的那种。第一次我们听着没有感觉，对不对？这样好了，我们今天搞洋气点的，比如说你看今天南瓜灯有见过吗？见过，见过是不是？是我觉得万圣节最洋气的东西。哦，是吗？那你挑一个更洋气的。万圣节最洋气的东西应该是我们 X-Band。以后还有一个新的万圣节装备款就是 X-Band， 好不好？洋气，哎，你没有想过，哎，洋气，哎呀，你。我刚刚那个舞步怎么跳的，你都记得吗？我们就在原地做一个动作，我看看，来，好，来，音乐是吧？来，麻烦老师再给一下新的音乐，40秒啊，还是40秒？不用站起来，不用站起来，坐在这里，主要是这个动作要对。我检查一下他们记不记得？对。哎，你好像很怀念老师的这种身份的。给你根酱鞭啊！谁要不没锁好就哪儿啊！你怎么那么快？啊！什么锁？啊！过了！太快了，慢一点点。已经卡定了38秒，对吧？三十秒，你们好贪心。有些不可思议，有了想起你，不过只是我的一而已。有些想不要急，我做错人没记，我绝对不会一直努力努力再努力。所以呢，要奖励大家，我们给大家送点福利，好不好？今天就要考你了，就是洋气的南瓜灯给大家做一做。这个是真的南瓜，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已经给它挖好了。但是呢，一般这种名作，我们做好之后都需要一个点睛之笔，就是给这个南瓜灯挖出眼睛啊，挖出嘴，然后拿把笔画一画。这个工作可以。好，可以啊。来，第一个南瓜灯。这有工具，这有戳，小锯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怕万一你就是受伤了，创可贴也准备好了。对，单马一定要小心啊。你可以用马克笔或者是那个小的那个签字笔给它画好，再去切。小心点。哦，你上来想到一句话叫“艺术这东西就一感觉”。所以像不像嘴，像不像眼睛也不重要。哎，不，我觉得为了卫生和干净的这个需要的话，我觉得你还要选。不行啊，这有两个眉毛。你是自己选的吗？他们选的。最开始还以为是塑料的，没来得及喊。
你是要扎儿是吗？妈是那个。扎酒啊！啊，他说要杵个酒窝。哎，有马克笔。哎，小心啊，小心！嘴巴就不说了，你可以换一个嘛。就是把这个蜡烛放进去，然后呢套到这个小竹竿上，这整个就完成了。就是好精心的准备啊！我妈是给就是音乐团鼓掌。真的，主要是你给大家的心很贴，他们又很乖，所以呢，万圣节为什么要就要做南瓜，要给糖呢？给乖的小孩安慰和鼓励的，对不对？来，给自己举个掌。我现在已经把它做好了。好，那第一个我们再做一个提高，好吧？啊，你愿意再抽一个吗？再抽一个，抽一个不一样的。好的，抽一个，哎，更美。画的也可以。好。这是一个修，我不练，我老开心了，我这个机会。所以这是一个创意的南瓜的，就不是那种传统鬼点，就是专门给 expat 准备的。好认真的，每一个条都要画，任性。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哥，没关系，我说我的，你说你的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5 6 7 8 9 10
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给你加24个兄弟们，10排7号，7排10号，1排07号，7排10号，哦不，7排01号。10号、2排10号、3排10号、4排10号、5排10号、6排10号，差不多了，有24个，7排10号，说了啊，8排10号、9排10号、10排10号、11排10号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不要拿着糖的小朋友们不要太过于沮丧，跟那个不要拍卖竞价似的啊，好吧，来，那个一起我们让工作人员分发一下，接下来我觉得这两个南瓜灯做的也要给大家去选择一下，好啊，就房间的两个南瓜灯怎么搞的，去年呢我们不是谁装扮的最好合适吗，今天你扫一眼，你觉得谁最顺眼，或者说你说谁装扮最吓人，我们把这南瓜灯怎么搞，哎呦，这又是我做选择题，我的天哪，就直接给每个人来一个罗汉，够了吗？都拿到了哈，每个人都拿到了。哎，不是我，哎，今天我们是有万圣节主题的，你觉得谁最怪、最好、最美、最丑？不行，我觉得谁最合适？这两个人都告诉了我们今天选你最美最丑。有没有一种坐看江山选妃的感觉？你们可以做出那种搔首弄姿的那种姿势，然后来勾引。啊，不是，这个他们每个人都因为都是精心打扮的，都是，就是有的人的精心的那种方式不太明显。对，每个人其实都做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看扮的多好看。就是教你们，还更教给我。我真的不会做选择。我就这样吧，你刚才那个整个签字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谁你会觉得印象比较深？有一个就是穿的特别好那个暴露，不是啊。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你大概给我们请描述一下，我们来参与一下，就是穿得很啊，没有，对对对对，好像是短头发的那个，哪个，哦对对对，他是谁，站起来，是这个是吧，感觉穿的就很多，好了，来我们第一个南瓜灯送给这位美女，好不好，来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你再想想，你再回忆，你不要那么多想，谁印象最深？不是，是每个人都印象挺深刻的。其实我这个男孩，你们先把手放下来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这个。你知道吗？我特别能理解李晴现在心情是慌。就是你看去年哈、啊，我们选，你要能选5个，选10个都很难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让他闭上眼睛，想象谁还在脑子里面留点印象的，能有几个词算几个词，我们糊弄谁能贴上就算给谁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小男孩吧，好吗？哎，你是后悔？
看这个怎么不哭呢？真的是，是不是后台有关系？所以我唱成那样子，开心了，作弊啊！好了，那个谢谢大家，今天非常暖。我们知道艺兴很难选择，为什么要为难他呢？就是要给你看呢，对不对啊？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留下今天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，好不好？纪念一下这一次的 Happy Halloween， 来也感谢我们高颜值爱自拍的华为诺亚2对我们粉丝活动大力支持，谢谢华为，谢谢。来喽，各位，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等。强的照片模式让艺兴来选择，时间停止一点，来决定这个礼物送给谁。哎，有请我们的老师大屏幕照片滚动起来。哇！停，是吧？是这样。哎嘿，好了，恭喜这位哈，这个知道是谁吗？啊，来，齐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谢谢。然后稍后我们会员送上我们的礼物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那感谢今天早上就开始团队的五周年朋友们，然后感谢所有的买我的专辑，然后支持我专辑的音乐的朋友们。然后希望大家一定要把专辑收好，然后所有的值得纪念的东西都收好，因为这每一份都是记忆，是回忆，是走过的每一段时间的宝贵的记忆吧。啊，对，所以希望你们开心快乐。然后也谢谢所有的保安跟保镖大哥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老师特别支持，也谢谢大家。恭喜恭喜，太好了！哎，艺兴，要不然再说，那给你最后一个问题，我喜欢。钱放在心里，要一直永远的填下去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，谢谢艺兴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幸福吧，给。